这首原来的 original 原来的版本是管弦乐来演奏的西班牙随想曲，就是由俄罗斯一个作曲家叫做里姆斯基高沙可夫，他在以前在他还是军人的时候，在服役的时候，他跟着这个俄罗斯的舰队到西班牙，他写的这首曲子西班牙随想。但是现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演奏这个版本呢，不是管弦乐版，是弦乐版，然后改编成像小提琴协奏曲一样的，有独奏乐器跟乐章。好，好，担任这个我们演今天演奏第一乐章跟三四乐章。那今天担任第一乐章演出的有两位同学，一位是刚升国中一年级的李浩哲同学。好，啊，也是子欣也是，还有也是刚升国一的陈子欣同学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个带来今天的这个西班牙乐团的第一乐章，谢谢。谢谢子欣，还有谢谢浩哲，来，掌声给我鼓励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来演奏第三乐章跟第四乐章。